警中心通报37岁男性机车骑士弹飞现场，请出行。到现场评估现场环境是否安全？很不安全，上班时间车流量很大。将患者移至安全处，再一次评估现场是否安全，需要帮我做颈椎保护。好。好。看一下健康体，看压力表是否带满 PSI， 健康性导管。气密塑形。基于各级部队紧急救护需求，遵循军医局指导，于民国101年起开始办理国军高级救护技术员训练班，迄今办理6期。官兵需具备中级救护技术员证照3年以上，且实际从事紧急救护工作，经由部队进训，然后通过严格的学术科测验，才能够纳训。受训学员需在1280小时法定课程内，辅导他们取得 ACLS、DTTC 及 APLS 3张证照，之后才能参加卫福部办理的国家证照考试。结训后，学员回到营区，希望能够在执行官兵卫生教育训练、各项战备演训的紧急救护备勤等各项任务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协助维系部队战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外伤的病人啊，哦，那他其实最容易，其实外伤患者，我们脑部这头部的电脑断层嘛，哦，病人这样躺着，其实这是他的枕叶部，哦，所以这是前面我们看得到，这是眼睛的部分的。那你看他肿的地方，关节在这里，理论上他是这里受到撞击，可是要注意这里骨头有没有裂。在学院的话，我们分配到8家医院做实习。那在三种的话，大概是一梯，大概就是4到6位学员这样。那我们会到医院实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验证他们在课堂中上课所学到的内容。那因为课堂中毕竟只是书上的知识，那在医院的话，他可以看到真的病人，然后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然后可以回馈到他们之前的所学，然后去做一个验证的动作。那在医院的过程中，其实EMTP 他们已经具备有一定的知识跟技能了，我们会适度的在适当的监督下，然后把一些技能交给 EMTP 去做一个执行练习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在如果真的部队中有弟兄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的时候，那在病人被送到医院前之前，这些 EMT 他可以发挥他的专长，然后让病人能够维持一个最好的状况，不至于会危害他的生命的情形，然后把他送到医院来，然后做一个适当的交接，让病人有一个最好的预后。先猜测他可能会有什么问题。这一次的训期长达了8个月，每一位教官呢，其实我们的教官都是医师来担任我们的教官，所以每一个医师在帮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都一再的灌输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高级救护技术员，你在一个急救的现场，你就是一个 leader， 你看到这个病人的状况，你会去想第一个要用什么样的处置对这个病人是最好的，第二个这个处置下去之后会不会对病人又有造成其他的伤害，然后第三个就是这样的病症对这个病人来讲，他后面又会再衍生什么样不同的情况，对这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你要在一个现场一个很高张很紧急的环境，然后你要很迅速的可以判别这些事情，对我觉得这就是EMTP 训练下来希望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成果。一下等一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确认离开200焦耳区段电极九下十下充电完成离开。最特别就是有一个病人他从进去是很正常的病患，然后一直到他在院内有呼吸心跳停止，然后到最后我们又救回来，就到后面他有出院，然后还过来特别跟我们说谢谢，我们救他这样。我觉得荣誉的话是不敢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这样我们要给病人最好的处置跟照护。我在潜舰担任医务室。我们在航行的期间，万一发生紧急的情况，
我要做最快速的判断及处置。对我来讲，最大的压力就是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没办法做最好的处置，那么船就必须要紧急返港，将弟兄送至最适合的医院做治疗，等于这趟任务就要取消。所以我这次来受 EMTP， 不管是在学科、术科方面，我都学到非常多。我觉得可以让我回到单位上，不管面对任何的紧急情况，都可以做最好的判断及处置。一方面可以维持任务的顺行，一方面可以更保障弟兄们的生命安全。就我所知，目前之前毕业的五级的同学有很多已经加入凤凰之弓的行业。我们这一期呢，也有少数同学也已经加入。当然，这是最好的一条路。当他不妨碍公务的情况之下，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去协助一般民众百姓，我们说军民不分家，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中间除了服务可以学到这个紧急救护的经验传承之外，甚至他回到部队以后就可以把这些发挥出来让我们的国军能得到最好的救护。你们的生命我守护，你们的